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青年科技。我相信有了解或者最近热衷于各种居家清洁产品的同学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啊，经过这两年的蓬勃发展，各种各样的吸尘器、扫地、拖地机器人新品层出不穷。其实细心研究你就会发现，这些家电越来越智能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懒得去做这些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情了。吸尘器好用，但是需要手动操作和充电，像我这样的懒人就直接 pass 了。这时候扫拖一体机器人出现了，扫地拖地都省了，看似省心了不少吧，当然还需要时常清洗尘盒和拖布，还差那么点意思。随后又出现了中央集成、自动清洗等的品类，那有没有集大成者让像我这样又懒又爱干净的同学做一回真懒人呢？哎，他来了，科沃斯最近给我们寄来了一台他们最新的全能新品扫地机器人，让我们体验体验。作为科沃斯目前最全能、堪称地表全能基站的地宝 X1 Omni，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表现会不会让在座的懒人们心动吧。关于扫地机器人，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中国每两台就有一台科沃斯，其销量和品质我就不过多介绍了。我们先过一下地宝 X1 的配件吧。包装里除了机器人主体和基站之外，附带有一根电源线、两个边刷、两块可水洗的拖布。外观方面，整体色调采用经典银色加上黑色形成强对比色，大面积的银色使用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整体外观的质感。性能方面的话，地宝 X1 自然也是顶配，5000帕的超大吸力，扫、烘、洗、拖、消毒功能一个也不少，自动驾驶级别的避障技术、智能摄像头、3D 建图、AI 语音交互等等，这些等会儿再说。先说说这个基站吧，地宝 X1 的基站体积不是一般的大，大概就是这么大。底部集成了机器充电底座、中央集成以及洗拖布的功能，中间位置为一个 2.5 升的集成盒。值得一提的是，内部的集成袋设计有抽屉式的拉环，倒垃圾不脏手，可以看出科沃斯设计时的细节还是挺到位的。集成盒的上部可以通过开盖的方式打开，里面有两个4升容量抽拉式的污水箱和清水箱，中间缝隙处还夹带了一套清洁换洗用具，背后还有一个银离子消毒模块。集成如此之多功能也是它体积如此之大的主要原因。首次使用扫拖机器人时，需要先安装好边刷以及拖布部件，电源线连接基站，添加清水以及清洁剂。需要注意的是，自带清洁剂挤压10下即可，过量可能会导致机器打滑并影响基站功能，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之后开启机器人顶盖，打开电源，按照指示下载科沃斯自家的 APP 进行连接即可。之后你只需要打开所有房门，使用手机 APP 就可以让地宝 X1 自行建立你家的平面图以及 3D 地图，自行规划清扫路线，2到3分钟就可以进行一个房间的完整建图。哎，看到这里有同学可能就会好奇了，只听说过 2D 建图的， 3D 建图又是怎么实现的呢？这就离不开地宝 X1 身上的这几个传感器，通过智能识别物体形状建立 3D 地图，在手机 APP 中就可以实现精准的打扫某个家具附近的功能，地图可实现自行编辑，设置各种各样的家具类型、地板样式，从而实现更好的扫拖效果。至此你就完成了最为复杂的操作环节，之后就是清洁环节了。地宝 X1 首次清扫的路径会先沿边扫一圈，然后围绕这个圈再进行 Z 字形的路径清扫，从而最大程度上减少清扫的盲区。除了可以进行传统的按键和手机 APP 控制之外，这台地宝 X1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还是在于它的智能语音交互方式。 Echo， 只要说出 OK Echo 加对应指令，它就会按照指令行事，并且结合摄像头和内置的3个麦克风可以实现这样的效果。 OK Echo， 在扫一下这儿来。不用打开 APP， 也不用去按机身上的按键，说一句话就能把事情干了，对于懒人来说还是挺方便的。另外一大亮点就是它的避障功能，应该很少有同学家里的东西都是整整齐齐摆放的吧，而地宝 X1 拥有自动驾驶级别的避障能力，能识别18种障碍物，家庭中散落的衣服、袜子、鞋子等物品都是挺常见的，清扫时它都可以识别并且进行规避，这下再也不怕我的袜子被顶着到处跑了。除了以上功能，附加的功能自然也不少，就比如这个童锁功能，可以避免家里的熊孩子或者宠物进行误操作。视频功能，可以通过机器前面的高清摄像头和你的宠物或者孩子们进行实时的视频通话，等等功能就不一一列举了。好了，说了这么多理论上的东西，我们也来实际测试一下它的清扫效果到底如何。第一个场景，家庭中常见的灰尘以及毛发的清理，这类属于平时看不见但确实是我们每天接触最多的脏东西了，看似干净的地面跑一圈下来，集成袋里面就是这样子的。第二个场景，测试湿物清洁能力，平时总会有洒落一地的奶茶或者牛奶，地宝 X1 清洁过后是这样子的，
看来没什么压力啊。那我们升级一下地狱难度，溅落一地且隔夜凝固了的酱油，这种情况有多难清理，从小时候每次这样被老妈所打的程度就可知一二了。试了一下，用湿纸巾都很难擦干净。好在地宝 X1 拥有旋转加压的擦地系统，可以模拟人工擦地施压，经过几遍的清洁过后，效果是这样的，还算是比较干净的吧。第三个场景，吃落的瓜子壳薯片落到了地毯上，这是较为常见且较难清扫的情况之一。有意思的是，在地毯清洁中，地宝 X1 检测到了地毯时会自动切换为强劲模式，使地毯缝隙中的残留颗粒可以被清理干净。总体的清洁效果嘛，我还是很满意的。需要注意的是，超强模式下室内噪音会达到68分贝左右，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吵的，所以建议有人在家时使用标准模式即可，外出时再使用强劲或者超强模式。家里比较脏的情况下也不用担心二次污染，拖布15分钟会自动回基站清洗，还可以模拟手搓的方式自动清洁，并且自烘干防止细菌的滋生，这点其实还是挺不错的。总结，经过这几天的使用体验，科沃斯地宝 X1 Omni 的整体使用体验还是非常棒的。全能的好处就在于它每多一个功能就能帮懒懒的我省一份力，中央集成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使用和维护的精力，自动清洁烘干又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我对细菌滋生等卫生问题的担忧，加上便捷的语音控制，智能精准的避障系统，让人放心的清洁能力，而恰恰就是这些功能作为一个懒人是无法拒绝的。唯一可能制约你的因素可能就是它的体积和价格了，首发5999元的价格并不算便宜啊，但它却是目前唯一一个集成扫拖烘洗消毒于一体的全能型机器人，你说气不气？我大概看了一下，隔壁没有中央集成的旗舰，价格也在5000元左右。好了，如果你心动的话，现在就去京东下单，报我们轻电科技，还可以领249元的配件代理包哟。这就去逛京东买扫地机器人，唤醒你的洁净生活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这里是轻电科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